翻到嚟了 ，It's back， 回来了 ，Who first die？ 我哋 Who first die 嘅系列翻嚟啦 ，Who first die？Back 啊，谁先死？回来了 ，Woo！ 开始，高手嚟讲，对我嚟讲非常之高手嚟讲，简单啦 ，easy。对啲高手嚟讲，我嘅以前嘅，我以前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嘅咩会，我以前嘅记录唔见咗啊，明唔明咧？所以我就高速玩啊，高玩啊，呢啲叫做高手啊，二 combo 啊。Who first die？ 谁佢先死？高手嚟讲，翻嚟啦，翻嚟。我最高纪录系十五个 combo 啊，因为嗰时候揿得太快，导致到非常之大意。高玩啊，嗱，我对我嚟讲，太耐未玩过啊，翻嚟啊，呢个高玩，对我嚟讲，翻嚟啊。翻嚟呢个嘅。对啲高手嚟讲，拜拜 ，easy， 下回未玩过。簡單啦，對啲高手翻高手嚟講，我記得一個跌死，一個咧就係跳跟住撞牆，跟住就拎咗上面，然之後跌落嚟，然之後咧就用個繩索，然之後爬，然之後咧一個人咧就推係唔係啊？是啊，或者壓死，然後再慢慢行，然後再踢被人打踢死，是啊，過重死，跟住又過嚟嗌先嗌先嗌先，跟住就哦，一定教女仔死先。講咗好耐啲人嚟講，簡單。哦，拜拜。I'm sorry， 哈哈，係先。easy 啊！我記得係依個係俾跟住一個人爬上嚟噶嘛，係唔係？一個跌死嘅，一個咧就俾人板打死嘅，係啊。跟住一個跳，我都唔太記得嘅，跳過龍啊，或者太。跌死，太重啦，肥仔，抽抽跑，跟住就飛過去，高度太高跌死，拜拜。撞死，哇！追佢都要咁樣噶，大佬。跟住俾人抌死，然之后就生气。Who first die？ 跟住男仔死先，佢一上到嚟，然之后再 What the get up power 啊！一拳女孩啊 ！What the？ easy。哇！跌死先，消死冇咁快。
就住喺南沙灣灣角落多倫多，西南部地區將會轉為有雨，間中有雷暴。Help me， 呢個。哈哈。A combo。拎槍死屍。啊！差啲唔記得咗。冇錯啊！我最驚就係咁啦，冇錯，嗰角色咧佢就會跳，即係躲避嗰啲子彈啦。咁咧就會比較咩一 combo， 可以翻翻白 combo 啊！烈哥拉啊！跟住成堆人衝啊！打！跟住咧，哦，煙花匯演啊，好漂亮啊！煙花匯演啊！哇！拎住武器就是王道，哈哈 ，easy。跟住就 ，good， very good。我打。打，easy， 拜拜，死，有冇咁簡單呢？我跟住寫下，而之後有個。easy。有個 promise 需要好耐，咁咪一直攞會比較快啲。Love。嗰個一定死先，我同你講，行得快嗰個死先，因為佢唔讓座俾人咯，哈哈。中間先死，同你講嘢，我靠 ，happy。六combo no， 廁所裏邊嗰樣死，我打棒，哈哈 ，easy， 哈哈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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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個高玩翻嚟，我係高玩嚟嘅呢只 game， 不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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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死啦，落得啦，得。哎呀，什么啦？
Who first die？一定拎槍死。Bye bye，Happy good day，Easy，有 combo， 八 combo， 佢最近九 combo 啦，物理嚟講依個咁多。哦，我唔得。又要翻翻嚟啦。邊個先死嘅喎就？如果有人學過物理已經知嘅，越厚就越重，越前就越輕。Easy， 哈哈，走路 ，Have a good day，bye bye。Fat？ 嚇 ？Fat？ 黑人問號？我就超茶杯嘅記錄先，睇下茶杯嘅記錄。惨吧佢，呜！茶杯的记录是10，我就输茶杯的记录 easy 简单。我记得一个女人，依个就中意过踩单车，跟住依个踩。那個女兒就跟住就電單車，電單車跟住係唔係電單車啊？好似係電單車，跟住就法拉利，法拉利電單車跟住法拉利啊，係咪？跟住法拉利，冇錯。法拉利真係正。我哋係需要喺適當嘅時候作出一啲措施，確保我哋能夠。雖然下樓都未玩過，都記得有啲嘅有啲事情啊。跟住就跌落去。Help me! Help me! I'm sorry 啊，跟住就咁。是喎，差點唔記得咗喎。如果冇個 I 字頭嘅話，冇個 I 字頭喎，係喎。我個 I'm sorry 喎，係喎，差啲唔記得錯添，我真係失憶失聰啊！都分大，簡單啦。啊，對唔住對唔住，一定係裏邊個先死。我靠！喂喂，勁喎，我個李小龍喎，飛啲啊！我就超越茶杯啦。其實十combo好簡單，其實十combo其實非常之簡單，不過咧我就容易大意啦，我想不斷咧就拎十個鎖匙，所以就太大意。聽音樂先死。Get the bomb over here。Oh my god! Wow! 吓死你啊！
開。咁他好，好開心啊！撥，依個先生，放屁先生，屈得，踢你走啊！開心，開心。Good, very good.哦，哈哈！吳湯普，女超茶杯嘅記錄，打一拳 KO 你。Parkour， 衝啊 Parkour， 就中，呢個有學過李小龍，冇錯啊。有法律界人士說，偽造記者證有機會犯製造、管有和使用虛假文書的罪行，最高可以被判監14年。而目前本港的記者做得好仔細，慢慢仔細。這個世界大家跟住就拎住斧頭，跟住拎支槍，跟住又拎個坦克車不斷咁射，然之後射死，然之後就成堆就死。社會上有意見提出，或者警方統一發放記者證。資深傳媒學者梁天偉就話：半世紀之前，本港都試過同樣做法。而家唔用呢啲啦，而家用坦克。不過依個都有用嘅，其實，其實打坦用 RPG。都嚟講喎，唔係佢先死。我有冇劈到樹嘅？咦，咪冧咗個棵樹。佢話現時國際由官方發出記者證批准採訪嘅情況並唔普遍。哦，我笑得我买高楼了。啊，我没，我是个人没。四康宝。大虾洗啊，可以系。我打。Oh my god！ 一定大先死。拜拜。Good。都係大黑細細黑大黑。冇得啦。我唔會重錯嘅。OK， 跟住咧，我哋就繼續下一關。邊個先死？一。好，我就唔記得咗啊！
Oh no！ 你真系要靠啊！十 combo， 我哋目标系十 combo。虽然十 combo 非常之简单，不过好容易大意。哇！就算未死都如死。一个人死啦，大佬。拜拜。我今次又不会大意。哦，依家就记得嘅。首先有两个人就向上边，然之后咧两个人已经死咗，跟住一个人就偷袭去后边啊，上，跟住就啊，嗯 ，OK。佢一定死，上面一定死，冇错，估得中咗，估中咗，哈哈哈！嘿，太线，太线，真太线，二矿宝石粒，彩虹卡，嗯，鬼啊！哦警方回覆话，一名尊重新闻自由同传媒采访嘅权利，一名大传媒有需要确认警方推进嘅过程。喺可行嘅情况下，警方会加会派出三个名警察。kiss kiss 啊！喺唔影响警方行动成效嘅前提下，尽力便利传媒工作。今集电视新闻讲到呢度，下集再见。冇钱，马法拉利冇钱。冇钱马法拉利，我写张支票俾你马法拉利。跟住就去，呢个先死，一定佢先死。哦，都问 K 路啫，问路啫，冇人同我神问。系喎，单车，然之后掉法拉利爆炸，我系中国货啊，中国货嘅法拉利啊，连单车都斗唔过劲啊！依架單車一定係日本製造。依架單車一定係日本製造，依個法拉利係中國製造嘅，連單車都打得過法拉利，或者犀利啊！四康寶，唔准食煙啊！依位食煙啊！跟住就俾人殴啊，又电脑俾人打，掉电脑，掉凳，掉台，仲食烟啊，食死嘢！我见到 YouTube 咧系紧要下边嘅，其实咧系上边先啱嘅。正常不会吓死的嘛，明明啫，不会吓死的嘛，正常。除了翻拉是 Freddy 之外啦，哇，得咗啊！哇，咩事啊？拜拜。一场意外有两人死亡，一个跌死，一个被球砸死。嗯，咦，睇落好 happy 喎！哇，点解踩单车呀？哇，好恐怖啊！恐怖啊！恐怖啊！佢点解踩单车呀？佢先死，法拉利先死。我估一定是法拉利先死。嗯。
法拉利，法拉利，法拉利，再见，嗰人中国货，法拉利中国货，唔得噶，连单枪都打唔过，真系中国制造啊！拜拜。十 combo 可以超越一位 YouTuber 茶杯。我屙尿走咗之后屙啊，我屙尿，话又恢复，而家都过咗，之前都呕咗好多次。发脾气啊你吓？他提他又去爬山。我们几个都睡个背背的人回来嘛，都有。你记住，我问你，你记住，我把这个菜都生煮熟了，都失败。你们那还有几滴了？你们那不都是生生红的？我也说不能，你不会有怪怪怪怪，我光操心自己。是，那意思，但是说了不是给。几 combo 先你一个 YouTuber 最高是七 combo， 一个是七 combo。最高七 combo， 连另一个咧 first 啊。我就看到两个 Who first 啊，我就看到两三个 YouTuber 佬做呢个 Who first 啊啫。哦，真系有。谁会先死？拿枪先死还是拿斧头先死？嗰个 Who first 啊，嗰个系我先排嗰个嘢。我是2018年的几月拍的 Who First Die， 即是我2018年，即是谁先死那个啦。我频道2018年不知几多好啦，就有拍过的。有拍过的。如果是旧观众呢，一定知道我有拍过的啦。招待观众不知道。我拍过了。哦耶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小仙仔，老师，砸死你，跟住讲一大堆粗口一定啊，十二 combo， 果然高，果然我以前玩过。得我失望。下边个企好开心，然之后就俾人呕。咩人呕？我打！我打！我打！举高双手先死，杯杀 ，easy， 十三 combo， 坐车冇得啊，系哇，唔记得咗，十三 combo， 十三啦，哇，十三，嘟，十三啊，十三啊，哦耶，十三 combo 啊，
正差两个 combo 就可以超越我的以前的纪录啊。Oh yeah！ 啊，大家证明十三啊，十三 combo 啊。Like and subscribe， 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